国光帮忙。你那天跟他相处，然后再看了这个很多的报章杂志之后，对，你对他印象是什么？就是果然就像报章杂志写的吧。新闻很少有这么的真实，这么的这个哦，而且没有灌水。我们在玩游戏，他就问我说我有没有男朋友嘛？那我反问我说你有没有女朋友？他你知道回我什么？他说你都没看杂志的吗？我说哈，你有被写哦。然后他就说你要看杂志啊，我就不是，因为我觉得他如果很了解，你以后不要讲说看杂志，什么都没有看封面的吗？不是，因为我那时候觉得他很了解我啊，所以我就觉得说那你应该那杂志上面写什么？杂志上没有，就是说我可能有这个历史啊，但我想说希望他可以了解我真实的我，应该不是跟他讲所以演艺圈多真实的你是怎么样，我想了解一下。我也认识这么多年了，让我了解一下，跟你三分钟讲，我就是我啊，我对你，然后里面是什么东西啊？就是真诚对待每一个人啊。啊！如果他真的追你，你就跟我们讲，我们就打死他哈！好好好，好，拜托你先追啊！被打一下没关系啊，为了美女痛几次有什么关系？人家说你是小杨丞琳哎，对啊，正的，超正的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黑暗会蒙蔽一个人的一切，千万不要在黑暗交友。再吃豆腐啊！哎，就是再吃啊！这个很好，我们还会继续再举办。对对对，各位艺人等着，对，下一个就是你，好不好？踊跃报名。哎，好，谢谢各位参加国光帮帮忙，谢谢。